呀，今天啊，我要去杀黄鹂。杀黄鹂，我有这只东西，杀黄鹂就不会很辛苦了。这种东西啊，你看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插下去，杆杆插下去，拿出来，就拿了这个头，这个头拿出来，这样子。这样子插，这样子，杆杆插下去，拿出来，对啊，我试给你们看啊，躺着来，看有多快，这样子插进去，拔起来，插进去，拔起来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啊，插进去，拿起来，插进去，拿起来，啊，又轻松，这样放着，啊，这样放着，嗯，它是这样子哦，拔出来是一样。粒粒这样拔出来，这样子，是不是很轻松？这只东西，这只东西，应该是很多人有看过，如果没有看过的，可以找我。这样子，一下子我就弄了一粒黄梨，然后就切出来可以吃了。几大粒的黄梨不怕，这样子这样子，几大粒都不怕，房子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如果说不对，又再转，找个亮的地方。这样子，看清楚吗？OK 吗？这样子，杆杆压进去，它压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简单都拔起来。这样子，这样压进去，压进去。拔起来就搞定，OK。这个东西，very good，赞了。